好形象社会传一位读岭东科技大学三年级的王进怡同学，在2020年第50届全国技能比赛当中，摕到珠宝经营小工组的金牌，受到总统蔡英文的颁奖，伊将代表台湾出国比赛。26号早起，乡长蒋万丁特别前往王家送匾，并且打红本，祝贺王进怡杰出的成就，期待未来继续为了台湾争光。祝贺王进怡同学得到金牌，乡长是特别到王家打红本祝贺，并且颁匾表扬。王进怡同学自细汉对工艺就真有兴趣，对高中开始就常常代表学校出国比赛，得到金牌。即届2020年全国技能竞赛，王进怡同学以高超的技艺，伫珠宝经营小工组得到评审评定金牌奖。同学吼，王进怡同学啊，他参加技能竞赛吼，得到咱全国第一名吼，可以说是福星之光。福星乡啊，有很多多才多艺的一些文人雅士哈，相当多哈。这一次只是其中之一啊哈。但是我们王静怡啊，他很认真，他现在还在读我们大学三年级，然后参加多次的比赛哈，拢得到全国的冠军哈，获得我们蔡总统的颁奖，还有各界的县长哈，拢有个颁奖哈。所以讲吼，伊的技能哈相当厉害哦，他的作品相当多，非常厉害哦，这是福星之光哦。今仔日特别吼，会同阮村长吼来个恭喜，来个贴红板，鼓励我们福星乡所有的游子哈，我们的所有的村民哈，大家做伙吼来拍拼呢。看到乡长特别前来祝贺，王东二是真欢喜，感谢爸母一直伫背后支持，才当摕到这好的成绩。从小就很喜欢做一些手工艺，然后家人也都很支持，还有老师的栽培，然后也谢谢乡长来这边贴红榜，然后恭喜我。王静怡的爸爸曾经也是全国技能竞赛工业电子类的选手，但是因为家庭的责任错过比赛的机会，现在早嫁得到金牌，也圆了爸爸30多年前遗憾的梦想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陆港采访报道。